终于来到最后一集了，没看到前面的记得去资讯栏看看哦。面试的时候你会用假睫毛吗？那我第一次有用，然后我第二次没有用，但我觉得用不用假睫毛也是看个人。其实我觉得妆感虽然要重，我觉得不需要到浓到很夸张。那我觉得假睫毛的话，有些人喜欢戴假睫毛去面试是可以的，但我觉得不要选择太浓太厚重的假睫毛。加完睫毛再来要画眼线，用眼线一笔，像是这样子，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样比较好用，比较好控制。是的，面试的时候有特别去定制衣服吗？还是去一般的服饰店买的？我当初好像是直接去服饰店买，然后是去那种专门在卖衬衫跟裙子的。我觉得看你要面试的航空公司，因为像是外商公司的话，他不会特地要求你一定要穿，像是台湾的航空公司会要求你一定要穿衬衫、白衬衫跟西装裙，但是外商的公司比较不会这样要求，所以建议如果各位就是妹妹要去考外商的航空公司，不要穿衬衫跟西装裙。我觉得就是要你要读清楚一开始他的公告是什么，如果他是说像是那种 casual 的 business，你就应该要照他这样子做。那刚刚讲到衬衫跟裙子，我是去一般的那种没有定制，但是找到自己合身的很重要。那我下睫毛也会戴一下，这样妆感会比较明显。那面试不同家会影响你的妆容吗？觉得不会，但是真的是重点就是妆要漂亮干净为主，不要画得很像鬼。所以练习化妆很重要。好，眼睛的部分就先这样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再来是我自己个人很开心很喜欢的部分，就是我都会做一个打亮，因为打亮会让你看起来更有精神。我打亮的产品买很多，那这个是我觉得我很推荐大家的Becca 的。好，就给大家看一下。 Becca 在台湾好买吗？好像是要网购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在网络上买。给大家看我打亮，现在是不是？然后我会打亮在鼻头的位置。鼻头是为了让你的鼻子看起来很翘一点。
自己本身平时不会用腮红，但我觉得面试妆很重要，是气色，一定要用腮红。那你有推荐什么颜色吗？还是其实都可以？都可以，但是我觉得是上的方法也是要 自然一点。那用刷子来上，腮红的地方要有气色，所以打在笑起来这个笑肌这边。重一点，因为诀窍是不要一次上太多，是层叠的上去，所以这样子妆就不会过浓，会比较自然一点。一样就是用层叠的方式上去，不要一次下手太重。然后中间先笑肌的地方先拍，然后再让它慢慢的融合到。左边下手太重，右边再下一下。对，腮红很重要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最重要的，我觉得是这个步骤，就是口红。口红是一定要的。所以最重要的不是腮红，最重要的是口红。今天带来的示范色是这个比较红，有些人当然不习惯擦整个很红的红唇，那没关系，我今天教大家，我自己也不喜欢，整个嘴唇是非常红彤的颜色。那如果你是用这种比较红的话，你就可以擦在中间。面试的时候一定要随身带一个小镜子，然后检查口红有没有沾到牙齿。不想要太红的。先点在中间，然后慢慢的点出去。面试的时候讲话语调很重要，那你觉得有没有哪些部分是要特别注意的呢？第一就是我觉得你的声音一定要大声一点，让面试官听到嘛。当然不要太大声，但是至少要明亮，然后让面试的人知道你在讲什么。然后因为会考广播词，觉得平常在家里可以练咬字。练发音，让自己咬字正确一点。那你以前是去网络上下载广播词吗？你有没有去上过那种空服员的补习班？空服员的补习班我只有上过一堂，因为当时对这个产业完全很陌生。但是其实我觉得几个大重点抓到就好，就是这个可能在之后 Anita 之后的课程也会推出，就是当然是一定不能驼背，你一定姿势要很挺拔，没有错。然后讲话要清楚明了，其实抓住几个重点我觉得就够了。然后其实不一定要练广播词，我觉得你随便一篇文章你念出来，然后给你的家人或是朋友听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练习。然后我觉得英文也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英文广播啊，或是因为所有的面试一定都会有英文的一个面试，就是可能考官会问你一些基本的问题，然后你回答。然后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，保持镇定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就差不多这样。就是我整个完妆的口红，真的是在面试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步骤。好，就可以这样子美美的去面试了。那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在这个 channel 的底下留言，然后我们会回复你们。谢谢。很
高兴能够请到 Regina 来跟大家分享空服员的面试装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空服员的主题，记得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。